嗨，然后我们的主题是改善同学社交带子的坏习惯。那我们的组员有黄永老唐、老毕的 Edmund、蔡德凡 David， 还有我们好。然后这个是我们的目录，我们会先讲感受到的问题，然后还有四步骤，还有影片，然后还有跟 SDGs 相关的东西，然后再是分工表。然后问题就是有些同学都不准时交代，然后就造成点困难。然后原因可能就是太忙忘记，不然就是自己本来就这样，就本来就懒惰，或者是都忘记给家长签名。然后为什么这样推测？就是可能刚上高中还不习惯，不然就是本来就这样。然后还有有些会要给家长签名，然后结果就是三样都很符合。然后了解原因的过程，我们就先发现就是要每天提醒他，然后还有写在小白板上面，然后这个是四步骤。然后感受的话，就是它会影响全班的交教速度，然后也会让班部跟小老师困扰，因为有人迟交，然后小老师给老师的速度就会变慢，然后。原因就是忘记带，就这样。然后怎么做的话，就是请老师帮忙，不然就是提早收，还有一直提醒。然后这个是访问时的照片，想象就是希望让收东西的人更好收，然后还有更有效率，然后还有培养同学的责任心。然后还有团体性，然后创意的点子就是威胁跟传讯息骚扰，然后爱班是比较正常一点的，然后最快发挥效果也是爱班，然后最久也是爱班。所以呢，我们时间就是我们讨论出来，我们觉得爱班是最好的方法，所以呢，我们最后就决定帮忙监督爱班，也让那个监督爱班的干部可以休息一阵子。然后我们执行的组员就是我们全组组员，然后。我们需要的东西就是我们全组组员要去监督，还有要爱班的同学，还有我们会带手机，然后拍照记录用。那这是我们监督爱班的照片，我们爱班是打扫班的外扫区。然后呢，我分享就是我们想要让学生知道，然后让他们更有责任心，让他们知道说做好自己本分的重要性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是用做影片还有口头报告，就像我现在在跟你们分享。接下来是我们的挑战影片。然后我们这一次做的挑战跟 SDGs 有相关的，就是优质教育，就是确保包容和和平的教育，让为所有人提供终身学习的机会，就是要教那些会迟交生子的同学不要再迟交生子了。然后还有多元伙伴关系，建立多元伙伴关系，协力促进永续愿景，就是一个班级要有团体心，然后让我们班级越来越好，这样。然后这是我们的分工表，电子学习单是 Tom， 然后影片制作是 Edmund， 简报跟口头是我跟 Michael。 有任何问题吗？